好，我们来看那个第一题哦，就是是非题的第一题。好嘞，他说主观几率哦是定的，对啊，是主观者定，但是几率可以大于一吗？怎么可能？哦，不行，OK，几率已经介在零跟一之间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哈，主观者定几率，就是你认为的啦。好，故不同的观察者。对同一个事情会有几率可以定不同，对啊，哦，就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玩，大家都觉得自己打麻将会赢，大家都觉得自己投得进，那、啊、结果都投不进。好，OK，所以这是第二个是，哎，第二个是圈的哈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那个小红觉得朝上零点七，朝下零点，朝上零点四，朝下零点七。好啊，这可以当成一个主观几率嘛？嗯，最好是可以啊。相加怎么会超过一？哦，这很明显嘛，几率和是一。哎，这全几率和是一嘛？好，再来第四个，他可以朝上零点四，朝下零点七。他认为，哎，小红是零点四哦。好，小红是零点四啊，小蓝零点七，对，水在浪的呀，对，当然是全哦。好，再来。第五个，哎，他说他丢了1000次，出现了300次正面，所以他觉得出现正面的几率是0.3。哎，对啦，大约0.3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哦，就是很废话。好，OK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基础题第一题，他说有一个黑色球。甲袋跟乙袋两个袋子了哈。好，那从袋子中取球，已经知道是黑球了哦。好，已经知道是黑球了。那请问它是从乙袋的几率是多少呢？这个太简单了，知道吗？来，先问你哦，球到甲袋抽到黑球的几率有一半是来自甲袋，有一半的几率是来自乙袋，对吧？所以会呈现这个东西哈，来第一个二分之一是抽到第一个这个二分之一是甲带，然后这个四分之一是因为甲带里面有一个黑球，哎，或者是从乙带来的黑球。好，那楼上为什么？楼上是已经确定100%是来自乙带的黑球。好，就这样结束这一题，知道吗？OK。再看第二题哦，哎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第二题哦。他说根据统计哦，好，那95% 的人生病的人有95% 的人会验出来，好，那有2%的健康的人哦，验错了，好，就像哦，2%的这个叫伪阳性，这叫伪阳性哦。好，那已经知道这个城市有0.1% 的人是有生病的。好，那结果我拿到心电图，发现，哎呦，有生病呢。请问这个人真的生病的几率是多少？好，这个太容易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哦，我们先把这个图形做出来。什么图形？树状图。好，我们将人类分成真有病跟真没病。好，这是真有病。他这边是真没病，对吧？好，真有病，1/1000，真没病1/999。好，这在这里面呢，分成验出有病的，就阳性反应，跟验出没有病的。好，跟这个呢是验出没有病的，跟这验出没病的。好，OK，那这个树状图完成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写到下一件事情。哎，我们已经确定是有病的人哦，所以有病的人把有病的挑出来，验成有病了，我不管你有没有病，把这两件事情当分母哦。这个东西是验成有病的人再分母，验成有病的人再分母，然后真的有病的放分子，真的有病的放分子，然后答案就是这个。那这里要用计算机来按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哈。好，在这边哈，他说有800个人接受测验，好，
那测验前已经知道有725个人有生病哦，不管什么病不管了。那其中，判断出来哈，真正，那血液判断没有病的人有680个人。好，那其中里面真的没有生病的人有650个人。好，所以来这样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将人分成什么？真的有病跟真的没病。所以真的有病 725, 那真的没病呢？对，就75，用800减掉这个。好，所以我们分成两大区。好，真的没病跟真的有病。好，那真的没病里面呢，真的验出没病的才650个，表示有75个人验错呢，75个人验错 ，OK 吗？这样好，好，再来哦。那你680个人没有生病呢？680个人里面没有生病，这边还差30个，对对对对，差30个，所以我们把这边标出来哦，完成了这个表格，可以吗？好，那题目是问什么？问判断错误的比例。判断错误比例是哪一些？对，有病验成没病跟没病验成有病啊，对吧？所以误判率是这样。800个里面这105个人验错，就这两组，这两组人验错。好，这是第三题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四题。为什么？因为题目完全架构都一样哦。男女45 55 OK， 好，题目这边就不讲了，好，来随便选一个人，已经知道是近视了，所以我们先把人分成男跟女，来45%男55%女，对吧？好，男的里面有 30% 是近视，那 70% 当然就没近视，不是废话。好，在 25% 的女生有近视，所以同样道理 75% 女生没有近视。好，那我们也把近视的人抓出来当分母，然后他是男生的几率呢？近视的人当分母，近视的人当分母，就这一个跟这一个，这两个近视的人当分母，有男的有女的吧？好，那近视的男生抓出来当分子，结束计算，看吗？好，那这个考试不用用计算机了，好。以上是第三和第四题，看一下第五题哦，好，第五题他说哈，一样跟前面的题目都一样，他说甲乙两个工厂四成跟六成，好，那瑕疵品分别是 3% 和 1%， 好，取出来已经知道是瑕疵品了，请问来自甲的几率多少呢？来，我们先将东西分成甲乙两个，甲工厂工厂哦。来，然后甲工厂里面有3%是坏掉的，好，所以97%是没有坏掉的。同理，乙工厂有1%是坏掉的，99%是没有坏掉的。好，那我们将坏掉的抓出来当分母，放在楼下，将坏掉的甲放在分子，有没有？好，当坏掉的甲放在分子，有没有？就像这样。好，那剩下工作就是计算了。好，楼上楼下同乘1000，得到2/3。好，结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六题和第七题。好，第六题他说哈，这个阿红12码罚球10球进7球。好，那他获得2次罚球的机会，至少中一球的几率。至少哦，只要看到至少，基本上啊都是用倒扣的，好，就是用一去减掉什么两球都不中，连两球都不中嘛。好，那就用一减，因为至少嘛，所以一减掉两球都不中哦，3/10乘以3/10，所以答案就是91%。结束第一题。好，再看第七题哦，他说哦，好，这是湘南高中吼，好，上个月练球，好，那你找两个人命中率最高，两个人两球都进的几率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些几率找出来，好，这是我们就很快的假装我们有计算机把它算完了，好，你想也知道一定是找
三井寿跟那个嘛，三井寿跟流川枫，好，三井寿跟流川枫对决。好，那所以他们两个人抓出来，连投两颗都进，所以两颗都进哦。OK， 两颗都进，这就是答案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进阶题的第一题哦。好，这跟前面的题目都几乎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说，阳性反应的人真的生病，真的生病的人是 0.6， 但他不知道这一群人到底有多少人生病 ，OK 吗？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假设真的生病的人叫做 X， 对吧？那我们就可以做出，有 X 的一国，没有 X 的一国。那没有 X 就是没有生病的叫没有 X， 然后就是一减 X。好，所以一个叫有肝病，一个叫没肝病，这是真的生病哦，跟没生病，真的没生病。好，那真的生病里面呢，你看这句话，85% 被验成阳性反应，就两条线啦。OK， 好，那同样道理哦，没生病的人。验成有生病的人 ，OK， 0.2% 跟95%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就像我们刚刚写的一样，把它写成比例式哈，就是有生病被验成阳性反应的放分母，真的生病的放分子哈，真的生病又阳性反应，真的生病放分子，没生病。伪阳性的放分母全部加起来，好，剩下一个工作交叉相乘，计算出 X， 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算出来设小数点后，8.1% 就可以了，因为是0.081，好，8.1% 是0.081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哈，那个题目哈，他讲了一个说希望。真的生病的人，好、哦、啊，验出生病，然后真的阳性反应的人，验真的是生病的人，几率是超过1/23啦。好，那按照这一句话之后来，请问哦，不患有病的人至少几 percent？ 当然是设为 x percent 嘛。好，这没问题啦。好、哦，这只是提议，按照这个，那就跟我们刚刚那一题讲的一样，把那个。阳性反应的人都放在分母来，阳性反应为什么是 percent 乘以 90% 在这里嘛？好，阳性反应的人加上另外一种是 99% 里面有人，这为什么验错的啦？哇，验错的知道吗？这是没生病验成有病，这是伪阳性，哎，放在分母，反正两个加起来都叫阳性。哦、不管哪一种好，那这种东西要这个那真的生病的人，阳性反应真的生病的人放在楼上，那这个家伙希望大于1/23，剩下一个工作把答案算出来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一项之后 X 大于80，结束。好，第三题哦，他说哦，有三个工厂，加起来刚好是100%。好，然后他的那个瑕疵率刚好是3%、4%、1%，哎，他那不就是什么？已经知道是瑕疵品了，所以把，然后是来自假的呢，就什么？哎，就把所有的瑕疵品的几率全部放在分母 ，OK， 全部放在分母。那楼上这个呢是假工厂。瑕疵品哦，楼上这是假工厂的瑕疵品，楼下这个叫做假工厂的瑕疵品，加上乙工厂的瑕疵品，加上丙工厂的瑕疵品，它就是全部甲乙丙三个工厂的瑕疵品放在分母，结束，就这么简单。加完之后发现可以约分，答案是7/3。